大家好，我们是 Christy 站长，我是 Stevie， 我是丁丁。接下来做我们第二款饮料是什么呢？脆粉盖世茶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先等它，就是冰镇、嗯。就是这个是焦糖茶，它因为刚泡好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放冰块水里面，让它冰一下，大概要等个两分钟。对啊，这两分钟我们就来聊个天。就我们在。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吧，我们的第一场正式的对外的演出，但也不是对外演出，那它就是一个反正公开的演出，就是在一个在西门町有一家绿盖厂的一个小馆子，然后我们算是受邀去那边，大家在用餐或者说绿盖厂的时候，有点像驻唱，有点像驻唱的感觉，但我们都唱我们自己的歌，那算是我们整个那個音乐生涯的一个起点。那这个就差不多了吧。还要加蜂蜜，蜂蜜哦，蜂蜜蜂蜜。OK， 再加一块，我帮你拿走，不用啊，不然你这样不是很近吗？没有，反正这样我就有点事做了。你等下要摇了，没有关系。看起来装忙，装忙。我在家里就是，所以我妈都一直说不能喝冰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你冰块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。没有，就是我每次在做这个铲冰块的动作就是很小心。哦。要做摇摆的动作。要做多久啊？8分钟。刚刚笑了，笑了，哎呦！啊，那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要讲的就是，我们呢，就是最近要办专场了。没错，专场售票演出有三场。北中南分别是9月27号在高雄的 Live Warehouse， 9月28号的在台中的玩具岛小剧场，还有一个最终场是10月9号在台北的 Legacy。Legacy 我们要回来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大家记得要去买票。对，没错，而且这次会是我们完整的编制，然后第一次演出非常多就是新专辑的歌。没错，我们非常的期待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哇哦，哇，这个好像是很这样就已经看起来蛮好喝，这个很像啤酒。这就是这个奶脆粉奶盖茶最重要的东西。没错，很辛苦我们的店长。就是奶盖。我以为要讲是什么很厉害的，就是奶盖。你要顾得很漂亮哦。好。慢慢的。哦。还是我要顾快一点。对，不然那这样沉下去就变得没有奶盖，就奶沉。哇，好漂亮哎。哇，不错，这个我就可以直接吃了，不吃太浪费了吧？嗯，我也觉得，口感如何？哦，它是，哦，它是鲜奶油的那种哎，不然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加入脆粉，就是跟我们最有关联的部分，各位脆粉，你们要被加到奶盖上去哦。脆粉其实是就是饼干，脆脆的粉末，把它打成粉末变成，就应该在上面写一个什么脆之类的。我觉得困难度蛮高。哎，完成了！哎，完成了！哇，完成了！就是脆粉，脆粉盖世茶。